主料：秋瓜600克，肉末100克。辅料：生姜15克，盐4克，蒜头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将秋瓜、生姜洗净备用。秋瓜去皮后洗净，切成小薄片，仍将切成细丝。取一干净的锅，爆香生姜后，将秋瓜倒进锅里翻炒至稍微变色，加入盐，翻炒后加入肉末，炒至肉末断生。出锅前加入蒜头油即可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秋瓜含水量非常的大，下盐后很容易逼出水分，所以如果加水的话，请一定不能加多，否则你会发现最后你做的是一道汤。蒜头油我是平时就制作好了一大瓶备用的，如果没有蒜头油的话可以忽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